没错，今天就是要为大家介绍各种吃不胖的美食。等一下，我不可以这样激动，因为我上两集我太激动了，然后我真的觉得太吵，很多观众都已经被我的那种激动的呐喊声震破耳朵了。你们懂我吗？我真习惯了 ，OK。好了好了，我今天冷静一点。大家好，我是跟你们一样爱吃零食，可是又很怕胖的 Michelle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峰哥，今年我5岁。大家好，我是养猪专业户马元。就是你了，一直养到我叫肥。不过呢，今天不一样了啊、哦，因为今天介绍的零食呢是零罪恶感的啊，就是低卡又健康的零食，所以这一集没有啦，吃多也是会胖的嘛，你要 control 的嘛 ，OK。不过呢，这一集就是非常适合健身以及瘦身的朋友看啦，耶！爸爸，快开箱！对，我先帮开箱。我们每吃一样零食，我们都会马上给出一个自己心中的评价。那么这个呢，就代表好吃。那这个呢？这个就代表还好。然后不好呢？不好。啊，对，你可以给出你自己，你感觉这个好不好吃 ？OK。好啦，那么第一个你自己选，你要吃哪一个？这个哇，为什么你会选这个？红香草莓巧克力。哦，好像也不是吧，它是那个 mini pretzel， 感觉很像很甜，是不是，宝贝？可是你知道吗？它真正的这个糖分啊，才不到一克，所以我就讲今天我们介绍的呢，它是健康零食，它看起来好像是那种很甜的那种零食，可是它吃起来呢，应该是很健康的感觉。哇，来试试看。我要吃的，我先拿一个。忍不住。我先看一下。等一下。啊，它很带咸味哎，19个这个 mini 是吧，就等于110卡。然后我觉得最主要啊，瘦身和健身朋友会比较在意的就是那个糖分，在一个 serving 大概28克吧，它的糖分不到一克而已。因为我喜欢它的那个咸味，很像海盐的味道，所以我会觉得我平衡这样子。爸爸呢？我觉得这个还好而已啊。可是我觉得不错哎，因为你知道吗？像我们正在这种瘦身的人呢、啊，虽然看不出来，但是我真的是有在瘦身，我有在控制饮食。然后每一次想要吃一点零嘴的时候，就会很害怕在外面买到那些真的很 NG 的零食。可是这种的话，至少它可以降低你的那个罪恶感，可以减少那个卡路里的摄取啊，还是糖分的摄取这样子。哎，不过下一个我很想试的就是这个。这个我有点吓到，为什么它会出现在这个健康零食里面？因为它是猪皮，它这里是海盐以及那个黑胡椒，它讲它是零碳水化合物哎，而且它的糖也是零克的糖，我很好奇哎，这个真的是猪皮还是？它真的是猪皮，它真的是猪皮啊！你看，做一个，做一个看看。哇，老板。这个好吃哎！我想问啊，这个在马来西亚能买到吗？在马来西亚，你要买到这种健康版的零食呢，是选择非常少的。所以我这些今天全部啊，都是直接从美国寄过来的。真假的？真的，全部美国直邮。硬脑瓜美金啊？对啊。你不要激动点，你冷静，冷静一点，宝贝。我跟你讲，我这次啊，宝贝，我除了在这个商家我得到折扣之外，我还可以得到现金的回馈，你知道吗？我是省很多的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你买鞋，对，他有给我折扣，给你折扣，对，而且我还拿到 cashback 现金回馈。哇，这么好？对啊，因为你是网红是吗？不是，因为我是什么古网红？肯定是了。不是，我跟你讲。不管是你还是你们所有人呢，都可以跟我一样折上加折，扣上加扣。为什么呢？有办法的。OK， 我会教你用同样的时间跟别人用同一个网站买同一个东西，可是却比别人省得更多。因为这一次呢，我是用一个叫 Top Cashback 的返利网啊，它是一间英国很知名的，而且是信誉度很高的一个老牌网站。对，那么在这个网站里面呢，它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选择，比如说很像你要买到那种欧美的各大品牌的正品啊，里面都有。
像是英国的那个 Selfridge 百货 ，My Vitamins 的运动营养品，一些 fashion 的网站，比如说Farfetch 还是 ASOS， 甚至连订机票以及酒店啊，我们平时用的那个 Agoda 或者是 Booking.com， 它都有。只要通过它去到这些网站来买东西的话呢，你可以得到现金回馈。哇！可是最棒的就是呢，它有中文和英文网站哦，所以不用怕会看不懂。OK， 那么我告诉你们，粉丝福利来喽，从今天开始。到两个星期内，只要用我的专属链接去注册的话呢，你就可以无端端的拿到12元美金。这个是他们给新人的一个注册奖励金，而且注册是完完全全免费的，所以不用担心会有额外的那个费用。只要点击影片资讯栏里的这个链接呢，就可以直接到他们的这个中文或者是英文的网站去注册啦。只要你在注册后呢，完成第一笔的这个订单，得到第一个返利之后，你就可以拿到这个12元的美金，我就等于是白白送你钱，你知道吗？对啊。对，而且不要忘记哦，这个是12元的新人奖励金，他还会再给你有 cashback 的，就是还有现金回馈的。其实他的那个操作方式非常非常简单啊，我这里就快快速速的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好，那么点击我的专属链接之后呢，你就会来到这个注册的页面，输入你的 email 和密码就可以免费注册啦。那么登录以后呢，你就来到这个 Top Cashback 的页面。哇，我告诉你，它里面的这个商家可以说是看一整天都看不完。比方说 OK 美妆护肤的话，我点击这里，那这里呢，你就可以看到它 list down 很多很多个美妆的那些商家，然后它旁边呢都会显示它有多少%的那个返利。哎，这个 look fantastic 是我下一次的目标，因为呢，我有看到很多美妆博主啊，都有说这个 look fantastic 的这个网站呢，它里面呢就有很多海外知名的英国美妆产品。那比方说你点击进去之后呢，你就可以看到啊，它这里有那个支付以及配送的那个方式。那么你也可以在底下哦，注意一下它这个优惠码与折扣的部分。有时候呢，商家呢会提供一些优惠码给你，那么你使用这个优惠码，然后再加上它本身的这个16%的返利的话呢，那么你就会拥有更多的这个折扣。直接在这里输入你要的那个商家的名字，就可以找到啦。那这个就是 iHerb。中文网站的，对，然后它可以得到18%的这个返利 ，OK， 然后不需要犹豫，点进去去购物拿返利。好，那么你就直接来到这个等待的画面，一下子你就可以进到这个 iHerb 的中文网站了。哒哒，我话都还没讲完就已经来到这个网站了，真的很快很快，有没有？OK， 不过这里呢，在你开始购物之前，你一定要做多一个举动，就是回到你刚才的那个 Top Cashback， 你要看一下它有没有弹出这一个栏目，也就是告诉你您的访问已被记录。那么出现这个栏目之后呢，也就代表说这个 Top Cashback 它已经追踪到你的这个 cookies 啦，那你也就确保你能够拿到这个返利。好，那我们继续来到这个 iHerb 的网站。哇，这个网站真是太夸张了。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来到这个搜索引擎，直接输入零食 ，OK， 就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好吃又吃不胖的零食啦。完成了这个订单之后呢，你再回到你的 Top Cashback 网站，你要怎么看那个已经返利成功了呢？很简单，你直接来到我的账户这里，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返利明细，点进去。唱唱，你看我拿到了12.7元美金的返利，我的天啊，我直接把我的邮费给省下来了。然后你还可以把它提现到你的 PayPal、Amazon 还有银联卡哦，是不是超棒的呢？那如果你比较习惯看英文，可以选择他们的英文网站，同样点击影片资讯栏里我的英文网站专属链接，就可以免费注册啦。记得那12美金的新人奖励，只有在影片播出后的2个星期内生效哦。就是这么简单啦。方便哦、是的，宝贝，你知道我在9月7号订的单，然后我9月17号我就拿到包裹了，才10天的时间。还有一点很重要，不要说我没有告诉你哈，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，也就是 Black Friday， 很多商家呢就会趁着这个节日呢，他们有做很多大促销，然后通常呢在11月头啊，这个优惠就已经开始了，所以正好呢，你就可以用这个 Top Cashback 的返利网去购买你要买的东西，那么你就可以省下更多的钱啦，是不是我越来越聪明呢？会不会买东西，好好的花老公的钱？好，所以看完我的影片之后呢，就赶快点击影片资讯栏底下我的专属链接，那么你就可以直接去注册啦。好，来，我们
继续开箱，这个我很想试哎。我也很期待。这个是那个 coconut chips， 也就是椰子片。哇，我更想吃。可是它是有口味的椰子片哦，我一打开，它是 maple vanilla， 也就是枫糖啊。而且它是烤的，它不是炸的哦，因为它是健康零食嘛。我觉得很good哎，哇，很香哎。很香，好吃。很香。因为它是真的是那种天然的椰子片，然后它没有添加那种额外的糖分，我也觉得good，这个值得买。它这个它的那个糖分很少罢了 ，OK 啊，四克。但是很甜。对，它有甜分，可是它可能是椰子本身的那个甜味。很香。啊，因为它有加那个枫糖 maple syrup， 我们马来西亚传统那种椰子片的零食，全部上面裹着厚厚满满的糖，然后你咬下去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这个真的是椰子肉吗？感觉很假，可是这个就很真实。下一个，那这个就要 baby 跟还有爸爸试了，因为它是牛肉，我不吃牛肉。对，牛肉干哇，对，牛肉干。是的。你这么控制馋吧？哎，这好像是牛肉干呢，它有芒果的口味耶，辣辣，你确定吗？辣，宝贝，辣吗？辣的，为什么它是辣的？它这个是什么意思 ？Mango， 我懂是芒果，然后一个什么 Habanero 是辣椒吗？我不懂。辣椒吗？哦，这是辣椒啊！我的 baby， OK，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哦，宝贝。它有十克的蛋白质，然后才一克的脂肪，它一盎司呢大概是80卡路里罢了。而且他讲哦，它是用那个grass fed 的牛肉的，就是草食的牛肉，草食牛做出来的肉。像这个如果给你的话，你觉得怎样？我觉得还 OK， 还 OK 罢了，有点酸酸辣。你要吃这个啊 ，baby， 这个很麻烦呢，这个要去用那个微波炉。对，他讲打开了之后呢，你要加1/4的冷水，然后你就要搅拌。搅拌了之后呢，你就放去那个微波炉里面，大概放30到50秒，它就可以吃了。啊，它就是粉啊。来，这交给你宝贝。哇，40秒它就变成蛋糕了。它刚开始是粉状的，然后放了1/4水搅拌了以后，它就很粘稠。我没想到它真的变成蛋糕了。哎，它是巧克力粒耶，里面还有很多巧克力，很分明的。它真的就是一个 muffin 啊。对，就是蛋糕。小蛋糕啊，你看。哇，很香哎！快点给我吃啊！不要！它这个我告诉你，它是补充蛋白质的，宝贝。它里面有20克的蛋白质，10克糖分，20克的蛋白质。它整份这个大概230卡。嗯，我可能会比这个，因为它不甜，因为可能蛋糕我们想象中蛋糕就是甜甜的，可是它真的不甜。好，我们1、2、3评分。我觉得啊，对。我下一个我要试这个，宝贝。是啥？当，它号称它里面呢，这整个东西啊，它就只用了3种原料，就是有无花果、核桃，还有 chia seed。它大概才40卡哎，它一个 serving 才40卡而已。对，哇，好可爱哦，好可爱哦，你看。啊，我要吃。不要学马来西亚话，你吃。嗯，哇，我以为它是硬的，原来它就是无花果的口感，好吃，真的好吃。好，1、2、3，它是没有添加任何色素，也没有添加任何糖分，它里面全部都是全天然，它有写，而且它是哦，宝贝，不要吵行不行？啊，对不起，我不会太激动，我要冷静一点。原来它不是用烤箱烤的，它是真的在太阳底下晒干的。嗯，然后这个是 blue chips， 它其实就是 tortilla chips， 就是很像啊，我们有时候会上面你可以蘸那些avocado 的那个酱，对，或者在上面配一些那个优酸乳啊都可以的。对，我很有吃到啊，这个也是0卡的糖分，它没有加任何的糖分，它就是纯天然的。哦，宝贝，你能不能不总是啊？激动哎，我真的是要极冷静去介绍这些美食。它是一种蓝色的玉米做成的。我跟你讲，这个你单单这样吃，我真的觉得还好罢了。可是你要配一些东西，来1、2、3，还好罢了。通常你要配一些像那个牛油果泥，你里面放一些蜂蜜，放一些那个柠檬，然后你蘸着这样吃，会很好吃。我跟你们说，这次我除了是买这些健康的零食之外，我另外还有买
一些保健品，怎么说不是保健品，就是营养品吧。我在这个网站 iHerb 买呢，它里面是各种各样的保健品、营养品，还有一些organic 有机食品啊，还有健康零食啊，所以我也另外买了这个。那我另外呢就买了这个给我的 baby， 它是一个像小朋友的健康奶昔，它是巧克力口味的，可是它里面呢就是有30种的蔬菜和水果，然后重点是我看一下，因为我们怕小孩子的东西很甜，所以它的糖分才2克罢了。来，爸爸给baby试一下，它是那个有一点蔬菜青色的那个颜色，你喝喝看。颜青色。哇，里面很多哎，宝贝，它有那个小麦草，有薏米草。我恭喜。啊！还有菠菜。水果总是有30种，这个营养是很丰盛的。我试一下，难怪呢。哦，他不喜欢那味道，是因为他虽然是巧克力口味，可是他的蔬菜的味道比较重。然后里面放了绿茶。啊，有营养绿茶，我真的有觉得，我觉得还好啦，这个味道。那我们现在讲，这里面最好吃的好吗？最好吃的是啥？你先问我。最好吃的是啥？请问这位小朋友，你觉得？真的假的？这个我真的不喜欢啦。然后这个是。这也是。OK， 爸爸，你觉得最好吃哪一个？我也是觉得最好吃。这个好吃。哎，可是我个人我喜欢这个，我喜欢这个。还有那个猪肉的也好吃。哦，猪肉的。其实我个人觉得最好吃的是猪皮。哎，这猪皮有惊喜。好了，我们介绍过了这么多好吃的，从中国零食那边开始，到马来西亚童年零食，然后到另类月饼、另类蛋糕，然后到今天的。吃不胖的零食，你最喜欢哪一集呢？留言告诉我。然后我真心觉得，这些食品真的可以试一下，因为尤其是在健身和瘦身的朋友，我们在控制饮食方面，当然我们有时嘴馋，可以有一些这类节点餐这样子啦。不过我要说的就是，虽然它是比较低卡啊 ，OK， 也没有那么多罪恶感，可是吃多还是会胖的，所以不要。就是太过分了 ，OK。好，不过最主要今天就是我觉得很好的一个大发现，就是我发现了那个 Top Cashback 的那个返利网，因为像我们平时买东西就只是花那样的钱，可能你得到里面的那个网站里面的折扣，你就觉得很开心。可是当你又可以再得到一个返利现金回馈的时候，你就觉得哇，好像又赚到了这样的感觉。好啦，如果你也想尝试的话呢，就可以就是点击底下的我的专属的那个链接去注册啦，是免费的。OK， 好啦，喜欢这一集的朋友记得按赞，还有分享出去，还有订阅我的频道哦，拜拜。大家好。如果你们忍不住的话，你们可以先讲。不过呢，今天就是很适合，不过呢，今天就是非常适合健身以及瘦身。不过呢，今天就是哈。Excuse me, I fuck her. 又放屁！太惨了。闻到这个屁味以后，我都吃不出来它是啥味儿的。